针头呢？扔掉了。哦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，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的用品都被视为医用垃圾，要尽快处理掉。 见过赵京哲，什么时间？在什么地方？刘大哥，现在让我怀疑的不是小满他能够金蝉脱壳，而是赵京哲那天为什么会出现？小满在枫岭城的这个隐蔽处啊，特别的隐蔽。那天也是他带着我过去的，所以我才能找得到。你是说，赵京哲昨晚进城是去见小满的，因为你的出现影响了他们的会面计划？ 我觉得并没有影响，他俩肯定见过面了。何以见的？你还记得赵京哲家里那条暗道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小满和赵京哲选择在赵家会面？刘大哥，你看啊，赵家呢现在是日本人的维持会，他们选择这个地点肯定是很安全的。但是现在唯独让我不明白的是，他们见面的意图到底是什么？ 白龙兄弟，到没到啊？快点，快点，还有多远？我说，哎，司令，哎呦，这赵司令好。他娘的，看着你这身啤酒恶心，嗨，你这是又端上了汉奸软饭了？我在维持会混口饭吃，那是被逼无奈。您大人不计小人怪，您……我今天不是来找你麻烦，问你件事儿。您说，昨天晚上宪兵队全体出动，把枫岭城弄了个鸡犬不宁。 冲着一去的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是冲着小满小姐。看来我还真是没找错人。小满去我家了。是。昨天晚上我在维持会值班的时候，看见小满小姐进了您住过那间房间，就再也没出来过。这事还有谁知道？没了，就我自己，没别人。滚！哎，是。哎，司令，既然小满小姐现在已经安全了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 继续查吧，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有我们想要的秘密。是。女儿的意外死亡，无疑给欧阳尊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除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外，更多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。秉心而论，他不相信小满是日本侵略者的派遣特务。 可又拿不出充足的理由说服施巴团的官兵。大敌当前，激战正酣，他只能把女儿抓回来，以稳定军心。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女儿被带回清风岭前后不到8个小时，便离奇死亡。无论是意外病故，还是被人谋杀，他都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 王总管，团长怎么说？三位，亲生女儿尸骨未寒，我们还是不要给团座添堵了。小满死的不明不白的，这事儿必须能弄明白。那怎么调查？你们看着办吧。我今天晚上就去乱石崖找赵建哲。老刘，查归查，不要搞得太僵。 毕竟都是抗日的队伍。明白，我就带一个班去。好。
我们的包围圈从东向西推进，让敌人处于逆光。哥，哥。哎，小雪。是。姑姨姐姐叫你回去吃饭。哎，静哲，你先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咱们再讨论。一块儿去吧。啊，对呀，吴大哥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吃吧。哎，我就不去了，还得给大猛换药呢。好，我先回去了。行。哎，我一会儿找你去啊。行。哥，哎，你还是回家住吧。那哪行啊！我让我的妹妹住在柴房，这要是让天上的爹娘知道，不得骂死我？嗨，柴房算什么呀？我落难的时候连猪圈都住过呢。就是因为你吃过太多的苦，所以哥以后不能再让你吃苦了。怎么回事？司令，把我妹妹送回去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来的时候这就这样了。来，我看看。十八团独立营的陈班长，咱们和十八团早就井水不犯河水了，他来咱们地盘干嘛？还死在这儿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人是咱杀的吗？不是，我挨个都问过了，咱们兄弟一枪都没放。参谋长，一枪都没放。嗯，司令。十八团有个叫刘大宝的，要见你。见。司令，你现在不宜露面，我去看看。刘营长。哎，刘营长。吴参谋长，赵京哲在哪儿？啊，今天晚上我值班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我们是来找赵京哲的，你们为什么开枪伤人？不对吧，刘营长，好像是贵军先开的枪啊。分明是你们先开的枪，我们陈班长本来是要找你们搞事协商联系的，还没走出几步你们就开枪了。刘营长，我查过了，先开枪的的确不是我十一军的人。就是你们，先不争这个。吴参谋长，赵京哲在哪儿？阁下找我们赵司令有什么事儿吗？小满小姐死了，我们找他了解点情况。你说什么？小满小姐死了？根据枪声来看，来的人根本不多。如果是偷袭的话，单凭我们设在村口一带的岗哨，完全挡不住十八团的独立。那这要不是偷袭的话，那他们来乱世崖干什么呀？而且人还是先开枪的。十八团大多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，这样的偷袭方式太业余了。或许他们不是冲十一军来的，单冲你人来的。那也不应该，如果单单是来杀我的话，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村里来。你要知道，独立营对乱世崖的地形了解不亚于我。看这个子弹，见过吗？这是什么子弹？狙击步枪。那十一军有吗？十一军没有，十八团有，可是他们不可能自己打自己人啊。这就证明，除了刘营长之外，还有别的客人。李坚奇。刘营长，你不会怀疑小满小姐的死跟我十一军有关系吧？有没有关系？等了解一会儿才能知道。麻烦吴参谋长把赵京哲请过来吧。我再声明一次啊，今天晚上我值班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全权负责。刘营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先回去，等我们查清楚之后，咱们再说。我今天晚上必须见到赵京哲。我们赵司令什么脾气，你应该知道。他跟小满小姐什么关系，你也应该知道。如果有一方不冷静，造成了怎样的后果，你更应该知道。我们陈班长的尸体还在你们这里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一定
妥善处理好。那好，请你转告赵敬哲，我们在清风岭恭候他的大驾。请。哎，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竟然敢用十一军根本就没有的狙击步枪杀人，你们离近一点会死吗？哎，回去把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给我做掉。哎，快滚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，大满带着特务连把他带回清风岭，叫不到半个小时下。怎么死的？军医诊断是心肌梗塞，但这个不重要。我找你来主要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咱们怎么跟清哲说这个事儿。吴大哥，哎，吴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你说啊，刘营长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到乱石崖来，这一定是十八团那边出什么事儿。我得去一趟清风岭。你现在去？对，现在去。哎，敬哲，那个都调查清楚了，小马小姐确实是被他哥哥带的特务连抓到山里边去了。据咱们的情报人员说，那天晚上城里边特别忙，到处都是枪声。我估计啊，小日本正在捉拿共匪呢。我也打听过了，小马小姐被带回清风寨以后，除了给她送饭的炊事员和给她治病的军医和护士，任何人都没有接触过她。我还听说个事儿，真正的内奸被抓出来了，你们猜是谁啊？是十八团的宿长张龙。确定是十一军首先开的枪打死的陈班长吗？土匪就是土匪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这就说明赵敬哲做贼心虚，杀人灭口啊！大满，说这话要有证据。铁叔，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我妹妹是得心脏病死的，这里头肯定有问题。我查过了，小满被带回来的时候根本没和外人接触过。清风岭是赵敬哲的地盘，他想进来很容易啊。哎，好的好的，你们别争了。赵敬哲是不是做贼心虚，就看他敢不敢来清风岭和我们正面对话了。站住！我是赵敬哲，都给我让开！我们没有接到命令，不能放行。有什么事儿，跟你们欧阳团长说。站！来了，宝哥，老铁，来了，赵金哲来了。几个人？就他一个人。兄弟们伤了和气，我要见小满。你还有脸见小满吗？让他进来吧，小满在等着他呢。
快！告诉我，小满是怎么死的？心肌梗塞。心肌梗塞。王军已经确诊，确实是心肌梗塞。陈班长的死，我很快给你个答复。我现在要带小满走。我妹妹尸骨未寒，你不能带她走。欧阳营长。你们还没有确定小满就是内奸就抓人了，我看你们是疯了。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不相信小满是病死的。我们有自己的军医啊。我现在不相信十八团的任何一个人。你都投靠日本人了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来人给他抓起来。把枪放下！报告，据山口岗哨回报，十一军又来人了。多少人？一共三个人，一男两女，男的是吴松江，女的是石谷雨和赵小雪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哪个赵小雪啊？会不会是赵参谋长的女儿？小雪，刘营长。这是赵司令从陈班长身体里取出来的狙击步枪的子弹，我十一军根本就没有这种枪，所以肯定有人嫁祸李健。伯伯，小雪，真的是你吗？欧阳伯伯，真的是我们的小雪。欧阳伯伯，欧阳伯伯。小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满姐姐，小满姐姐。帮我检查一下小满身上有没有伤口，查仔细点。小雪，你也先出去吧。没事儿，我不怕。
小满姐姐就像是睡着了。小雪，你还是出去吧，听话。金哲，都查过了，一点外伤都没有。小满不可能是病死的，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儿。和你之前判断的一样，他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重要情报。或许他已经知道藏在风岭的神秘幽灵到底是谁，前后不到8小时，而且神不知鬼不觉。除了那个特务组织，还有谁能干得出来这事儿？所以只要找到了凶手，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神秘的幽灵。我还是有一个事儿想不明白。欧阳伯伯怀疑过他，我们也怀疑过他，那他到底在为谁工作？你们两个出去。我父母是干什么的？你爸又是干什么的？共产党？你说小满是共产党的人？这件事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我敢肯定，18团的内部不干净，11军的内部也不干净。18团防守严密，外人很难进入。可以肯定，18团的内部还有日本特务组织安插的顶层。除了张龙之外，我们暂时没有其他线索。杀死张龙的，极有可能就是杀死小满同志的凶手。小满同志的死太蹊跷了。谁负责调查张龙这个案子？大满。特务连、侦察连都归他管，这条线索一定要盯住了，这对我们顺藤摸瓜很有好处。对了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机会，我想和欧阳团长见一面。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，他的女儿小满同志是一位真正的抗日英雄。好，我尽快安排。丫头，金哲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铁叔，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后天小满下葬，麻烦你回去告诉一声欧阳伯伯，他愿意来的话，我们会好好接待。那还有第二件呢？我想见见柳教官。柳教官？哪个柳教官？哎，我认得吗？哼哼。铁叔，不打马虎眼了。班主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见见他，找他有事儿。如果他觉得不方便的话，地点可以让他定，也可以让他来找我。乱世雅，拜托了，我走了。
嘿，啊！这些钱都是我给你攒的，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，拿它回去好好过日子。虎哥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这个你别管了，只要你日子能过好，我就安心了。虎哥，我每天做梦都能梦着你。小雪儿，黑虎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先回去吧，啊，快快快快，路上小心呐，小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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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雪，哎，你跑什么呀你？虎哥，你千万别怪我啊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是说，这大半夜的这么危险，你到处乱跑什么呀？我不是去找我哥和谷雨姐姐吗？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啊？哎，他们不是给小满小姐去挖坟墓去了吗？我去了，他们不在那儿。哦。那可能有一些别的事儿吧。哎，小雪。啊。虎哥，求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，虎哥？你刚刚看到的，千万别跟别人讲，好不好？虎哥，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，这你怎么还害羞了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有些事儿。你也不明白。总之，你千万别跟别人讲，尤其是你哥和你嫂子，啊？行，胡哥，你平常那么照顾我，你让我做的事儿我肯定做到，我替你保密。好。哎，胡哥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他是不是嫂子？咱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事儿了吗？哦，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啊，嗯。小唐呢？哦，他刚刚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没有说。小满在天有灵的话，一定会特别感谢你的。全林太可怜了。可怜吗？生老病死，谁都会有这一天。今天是小满，说不定明天就是咱们俩。他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们查出来了，小满不是内奸。早就说过小满不是内奸，内奸是谁啊？司务长张龙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才是真正的内奸，但是他死了。你想看看尸体吗？看你尸体干嘛呀？怪吓人的。有枪呢，
怎么了？让我看一眼。好端端的，看我一枪干嘛呀？因为打死张龙的枪型是勃朗宁，在咱们十八团这种枪型只有三把，一把在我这儿，一把在王副官那儿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还有一把，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了，对吗？大毛哥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？我不太知道。你为什么要杀死张龙？我没有。冬梅，这事儿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他。啊！我承认，是我打死了张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需要钱，我欠了他太多的钱，我根本还不清楚。你也知道，我哥哥死了以后我怎么生活，我一个人怎么生活？是张龙主动提出来要帮我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给我的不是钱，是十八团的城防部署图。我当时真的打算要交出去的，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人偷走了。我后来我又找过他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他根本就不承认。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小满也受伤了，大宝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我害怕告诉你，我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不想失去你。如果你能像对待顾宇那样对待我，我会到达这个地步吗？我会到达这个地步吗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小姐，您找我。给我派人跟踪十一军副司令黑虎，看看他喜欢去什么地方，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不要惊动他，所有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。赵庆臣要见我，有没有说什么事儿？我琢磨，应该跟小满有关。有道理，他就是想验证一下小满的真实身份。毕竟，对小满的不利传言太多了，他赵庆臣不服气。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找时间会见他的。好。对了，你和未央团长谈了吗？谈过了，他愿意见你，什么时间都可以。嗯，哥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哥，要不我在这陪你吧。顾姐姐，小雪，
还是让你哥单独跟小满在一块儿待一会儿。咱们先回去吧。走吧。哥，那你早点回家。走。来了，教官。10月15号那天，跟小满出现在槐树庄的那个男人，应该是你吧？我真傻，我早就应该想到的。你找我，就是为了要说这些。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大满现在已经发现是我杀死的张龙和小满，那就做了他，绝对不行。你就是伤害谁都不能伤害他。唐小姐，他不死你就得死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替我保守秘密了。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就找一个替罪羊。哦，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说说，京城，你到底有多少个藏身洞啊？教官，这是我最后一个藏身的地点了。我谁都没说过，包括我媳妇儿都没进来。您是第二个进来的人。这个洞是我精心设计的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任何进来的人别想活着出去。我给它起名叫天雷洞。为什么叫天雷洞啊？你看过天雷报吗？看过，是老天爷惩罚不孝儿子的戏。不只是不孝的儿子，任何罪大恶极的人都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我实不相瞒，本来我想把欧阳尊埋在这儿。不说这些了。景城，你光天化日之下抢走小满的遗体，查出什么了？没有，小满没有外伤，找了好几个老中医，都断定他不是中毒死的。但是我不信他是死于心肌梗塞，他一定是被害死的。我在想，他是被一种特制的药物害死的，就连军医院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日本人攻占天津的时候，他们用同样的手法害死了一个我们的人，先是腹痛，高烧的肠胃炎症状，后来经过数月治疗之后的第二天就死了。医生给出的结论也是心肌梗死。那这种特殊的药是日本人的吗？时光。
的黑夜，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，倾听到。